中秋假期大批的阿兵哥被召回 W36 的动员令哦，有很多不满的阿兵哥是上网开骂，国防部长高华柱表示说呢，大家不要骂，未来都能够补假。因为正好封到这个中秋佳节，他可能心里有点不舒服，但是我想任务结束之后，我们也会给他做一个完整的补假。所以会有补假啦，就是现在没休，以后还可以休。这个事情到底 W36 有没有动员的太早？吴大哥，我是赞成的哈。你说36小时，事实上就两天而已嘛，两个八小时，一天半，就两天了哈。那我自己过去是在运输联工作了哈，我在宜兰哦，所以我了解宜兰那种山很陡，然后一下来就看像今天这个宣泄，我可以了解。所以六军长赶快进入六就对了哈。像工兵营啊、汽车连啊或补保啊、后勤啊，事实上都要一天的装备好好保养，所以你回来不可能马上就上路。我是赞成说，他针对这些重装备哈、哦、是需要保养的，包括讲习集训嘛。像美国的国民兵也是类似。